2.5 很细哦。2.5 的话，这样我握一个拳头，这样子是多大、啊？看我去拿个尺好了。2.5是真的颇细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2.5还没有我正常状态来得粗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先把裤子穿起来啦，我先不要不要这样比啦。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最近又这么冷，我要替他讲一下话哦。男人那个在冷的时候会缩起来啊。这一波阿 J， 我挺你。No。啊！我操！干，我说错话了吧？靠你啊！干！口舌说的是对的。干，我的车发病了。干，发病还发病两次。哦，笑停不下来。靠我！我错了，天气冷一定是借口。干，我的大牛那个刚反应很大哎、欸。抱歉了阿 J， 这一波我不挺你了。干。